全部人都急死了。关注，谢谢 C358，欢迎龙卷风，很高兴认识我，Nice to meet you too，哒哒哒，不爱了，超不爱了，怎么办啊，超不爱了。哦，那你放心，遇不到的啊，福布斯在200来斤，遇不到的啊。欢迎深蓝，根本认不出来。江江哥，服了，直奔就一个大姐在。就小圆一个大姐在，怎么打平呀？小圆妈的充了1000多块钱，拉手就，哒哒哒，好急啊，急死了！好想刚刚，好想发朋友圈啊，好想录个平发朋友圈。我也录，我也发朋友圈，哇！因为猫病，主播应该是火象星座，你猜？我真的很像火象吗？我像射手是吧？但是我不想说我是火象。我说我这火象，有些大哥该开心了。你好啊，海王。
说，都不说嘉年华，我压根儿，我压根儿看不上。Saturday，Saturday。你是不是主播呀？战神小飞。啥呀？战神。就是那种输不了的。就你，是不是主播？什么时候我也可以成为战神？你又不缺这几个钱，什么？干嘛？我不缺钱，我干嘛做直播啊？我在这慈善啊。你让我玩一会儿，玩一会儿。去哪里玩啊你啊？跑步好。那怎么玩？大贝勒 boy， 心情不好了，心情不好了，欢迎犀利哥哥。哦，刚刚有姐妹问我美瞳，美瞳是那个强生的，你去搜 Angelababy 看看。这首歌，好。你儿。